二零一八年开始，农委会就针对山水乡等市中外来种推动热情植物的放弃计划，用大公斤五元的驾驶手脚鼓励社区的民众将其铲掉。其中都推动人的长远共创社会了环境改变消费。经过劳动部多年前的计划的指出，是将山水乡拿来安排变作改良过，想用食来解决了这近来经验重的外来种问题。做青色的鸡卵糕，伊拿出来都香喷喷的，只是恁人类讲当好食。不过鸡卵糕都有些嘞麦茶面，其实系本人按照六阿妹一七发的提，一直要去试验哈，到底它的比例要多少，然后还有它的那个颜色色泽要怎样才会更漂亮。我哋以前植物一七发的提，对台湾生态危害当严重，尤其无人耕种的高枝叶也系田桥，呢度所有都本地保育了试提。认证单位就当然就做防止移除工作，用每公斤五元塑胶加湿，鼓励三期居民主动来移除。至少的民间组织都同一个除一除五提的我来做研究做商品，打造这感染至少免骨粉、面粉，做成达三年都好吃的鸡卵糕。发现说，它是可以一个吃的一个东西这样，那我们就自己研发，然后萃取它的精力，然后把它做成蛋糕。每年定期去拉，那拉过之后其实。在第二年、第三年，它会又恢复原来的状况。对，如果没有人为的活动的话，推动长远共创协会也强调，一七发的藤的鸡卵糕研究成功过后，会变作特殊的沙棘产品。用的一七发的藤的量虽然唔多，不过要用行得多年的研究，用色来计价，不然当条牙痛的，我来做问题。下个新闻陈玉明，台东报道。